审视片剧时强森同邝昆凌。给周董面子之深礼貌手被赞爆。台湾女星昆凌与好莱坞巨星巨石强森今一同在北京出席新片《摩天大楼》，而老公周杰伦恋爱相随，行动力挺老婆。记者会结束后，周董也在意晒出三人合照，而特别的是巨石强森站在中间，看起来他是搭住两人拍照，但搭在昆凌手。网友注意到巨石强森只是轻轻搭住，仍保持些微的距离，看似相当绅士，让网友大赞无处安放的握强森绅士手，哈哈，强森太绅士了，连摸都不摸到。也有不少网友力赞周董真好，宠妻达人，爱老婆好老公，请昆凌白送周董当宣传，好像有点划算。